你们俩再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。是。 白子韬的死，你们俩怎么看？尽量，我知道你在怀疑白子韬的死。可是我们调取的浦江市的公安系统，浦江市公安局登记的所有叫白子韬的常驻居民，一共有40多个，40岁左右的有20多个，我们都拍了照片，你也辨认过，没有一个是你所描述的那个白子韬。而且局里的技术鉴定已经证明，被烧焦的尸体旁边就是白子韬的勃朗宁手枪，和杀死敌特联络员李小红的是同一把手枪。 白子韬在面对国民党的制裁的时候，他只能选择这条路。他在飞霞路处心积虑地策划了那么大一个破坏计划，仅仅因为一次失败，他就自杀了。我们必须面对技术和证据啊。 志平，哎，志平，哎，哎呀，别生气啊，志平。你看，济慈医院一切运作如常，白子韬放心了。他已经死过一次，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已死之人。虽然飞霞路的暗杀行动失败了，但他的反击计划才刚刚开始。炸死，是白子韬为自己策划的重生。 Thank you.
谢谢老板，我知道个地方，有的是好吃好喝的，你跟我走吧。啊，谢谢。 吃，吃完了，抽颗烟。谢老板，谢老板。